第二局什么的，买药，给雪三兄弟们做点贡献，买点药。第一局下了呀，这个是第二局啊。狗狗他妈的加的多了，买好的，买贵的。买好的，买贵的，兄弟。买好的，买贵的，杀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兄弟们，全力出击！有速度，还行。起手就是碾破，我操！别急，现在现形有点亏啊，就他们给他划点吧。现在现形有点亏，有盾不怕。现形那个气脉要气血低的时候，懂吧？他要气血低才猛，气血高的时候没那么猛。6回合。下回合再下，先给他来个四波，他有盾，这回合现形可能会保留变身，你懂吧？对吧？先不急，这一回合现形可能会保留变身，气血波的时候他不会保留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运气不好，把我变身给破了。大哥，马没用的，这变身经脉怎么又破变身了呀，兄弟们，这他妈不对呀，怎么点了变身经脉怎么老破我变身是什么意思呀，这有点难受啊。听知道了。
没血了，我连个毛线啊连！控制控制控制，我就不信这一把不给我保留变身。还没保留变身，我操！老婆保留变身，他妈有点烦了。他妈经脉是假的吧？这经脉是假的吧？这经脉跟假的一样，兄弟们。我要搞一把现金保留变身才行，才有机会连环机，你懂吧？现在这个现金不保留变身，我很难受。你看这几脉他不出，你看没有？你看没有？对不对？他不出来。这现金不保留变身就难受啊！没点错啊！别急别急，还有局，局还在兄弟们，狗东西安繁月，出小孩就是没东西了，出小孩就是没九转了，我也只有四个九转，保留一把变身行不行？我操，恶心了，来他妈恶心人了，爆掉了，他的小孩怎么办啊兄弟们，他的小孩怎么办啊，隐身啊这宝宝，这宝他妈的老隐身啊，又要敲了，隐身有点不太好处理啊，隐身引起了这宝宝，这妈有点难受，关键时候给我来了一把隐身，兄弟们这帮着顺法顺一下，我来没东西了呀兄弟们，这一把幺六三太关键了，我现在请给宝宝加底比赛应该就有了，成败就是这一回合了，没了，零元不够啊，他应该没有剑，别跑啊，嘿嘿嘿嘿嘿。